欢迎收看《大时代外小很》，今天是12月21号，礼拜三。哦，今天台股是小涨了哈，涨了64点，那不痛不痒。哦，我必须跟你讲实话，不痛不痒啦。老师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今天哦，盘中哦，非常的刺激哦，那个钢铁股冲哦，航运股也冲哦，啊，金融股啊、哦、往下冲。电子股趴着不动、哦、老师，这个盘不好做、啊、我跟你讲、哦、你如果有在看盘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我讲的不过分、哦、因为你赚不到钱，所以就是不会做，就不好做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站在我的立场是、啊、你如果随便做，对不对？随便做，闭着眼睛做，你都赚钱，那我做分析师干嘛？对不对？我没好处嘛，就是不好做，不好做你才需要老师啊，那不然呢？对不对？要不然呢？所以我们是听到投资人这样在讲，我们就说，其实也还好吧，对不对？就像昨天那个突然日本央行突然转鹰嘛，对不对？他突然改变他原本的那个利率决策，哦，他希望开始不要那么宽松了，哦，但是你要去了解哦，因为大家都是看报章媒体摘录那个黑田东彦的那个一段话下来讲，我说其实你去把他看那个全文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他出来演讲嘛，看他的全文。你就知道他大概的意思。他说：“哎，我会继续宽松，但是没有之前这么宽松而已吧。”就像联准会现在的主席鲍尔也在讲，他说：“哦，那个升息升到这边了之后呢，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升息，但是不会像之前这样一次升三码嘛。”意思就是这样而已嘛。所以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解读啊？有些人他是理解能力非常的强，有些人是断章取义的能力非常强，好，那我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比较强啊，也许你只是灌强，也不一定，过年快到了，想到灌强就口水又流下来，那什么强都不重要，重点是说可能他短期间有这个反应，就像我昨天跟你分享，短期间亚洲股市开始反应，人家昨天 美国股市就不反应了，谁理你啊？人家继续涨他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美国人、欧洲人就觉得没事啊？只有亚洲人觉得好严重，对吧？我不了解啦哈，就像现在有一群人呐哈，我不要说是谁。就在那边整天在那边放消息，说什么啊不准老百姓用抖音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那不准用抖音，那你要不要禁止 YouTube 嘛 ？YouTube 也是那个嘛，影音网站嘛，对不对？那你 YT 要不要禁止？哦，啊，你小红书要不要禁止？那你那干脆脸书也封了算了。啊，台湾哦都不准用的网路。哦，大家都不准用网络，因为你透过网络，你可以知道全世界的事情嘛，不准用网络、哦、那接下来就是大家不准学英文哦，除了国语以外，不准学其他语言哦，那你就台湾岛，恭喜发财。哎、欸，咱现在政府是安尼呢，要安尼变呢，所以没有最扯，只有更扯。你看了以后，你就觉得说，哇，可以这样玩哦，可以这样搞哦，哦，那现在就是这样搞啊，那不然呢？所以这盘就是这样搞啊。昨天制药股一堆都跌下来，今天全部又上去了，今天南光又涨停板了，1752，昨天快跌停，今天又涨停了啊，请问一下你们这些老师吼怎么解啊？怎么解？不会解了嘛？我也不会解。我跟你讲，我也看不懂啊。
看不懂就跟你讲，看不懂有什么好可耻的？不可耻啊，看不懂。所以股票市场是钱很多的人说话算话嘛，不是我说了算嘛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分析师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也要搞清楚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观众嘛，不要认为你是什么什么哇，我这怎样怎样怎样哦，超级大户啊，宇宙无敌什么大户啊、哦，没那回事嘛。但是你那一点钱到这个市场来讲，就是也是九牛一毛，怎么样也是九牛一毛啊、哦。所以你自己要加油啦哈、哦，因为这今年也快过去了，剩不到两个礼拜了，这个礼拜也过一半了，甚至剩下几天而已，五六天而已就要封关了、啊、你就自己要去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脚步，因为明年我相信遇到的挑战会更多，会更多，那你自己没有策略不干我的事、欸、我只要跟我的会员有交代，这样就好了。就像你会说、欸、老师、啊、你侧标写了一只股票、啊、到底是怎样，我说我上上礼拜就送了，到今天已经来攻颈线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如果万一是开盘跳空过，那你要小心，它就直接涨停板了嘛。那不然要怎么讲？啊，介绍股票不是这样介绍的吗？啊，不然怎么介绍？对不对？八十几块推荐你买，现在九十几块嘛，九字头嘛，那搞不好明天就三位数了嘛。那你不能怪我说什么阿兰老师你怎么样啊？你上次写那哪一只吼，那就跳空涨停。怎样？不行哦，都你可以涨停板，我们的都不可以涨停板，都隔壁台老师都可以涨停板，我都不可以涨停板，有这回事吗？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啦哈。哦，阿内到底是怎样？我说，日币今天有没有回档？这是重点。啊，台币跟着升，为什么升？你要想清楚，对不对？台湾的央行也是很宽松啊，但是你。宽松到有那个程度吗？哎、欸，人家日币是三大货币之一哎、欸，对不对？美元、欧元、日币呢、欸？你不要搞错了，那发行量够大呢、欸、啊！不要卖空空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有些人他是空空的，哎，老师，我跟你说那个好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啊？怎么样啊？你懂我意思啊？就是我们懂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从何教起。有些投资人他问的问题就是：我们懂，可是我们很想教你，可是我不知道从何教起你啊。就是说，因为你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常识，一些我们在用的专业名词，可能你都不懂。然后就是不是一定怎么样？我说，好像很多东西都不是用一个表面下去看啊。好，都不是不能用一个表面下去看。好。郭董这两天很红啦，大家都在讨论他了，那差不多了，我也跟你讲差不多了，你要知道谁在买，你要知道谁在买，那你就知道说、哦、大概这个、欸、买在这里应该风险不大，现在是坐在那边等数钱而已啦。你像上上礼拜我们送给你这个讯息嘛，那天收盘86块半了，12月9号今天已经21号了。好，那当初我只跟你提这件事情，就是说明年的二月份有一个15亿的 CB 可转债要到期。那这可转债要到期呢，因为是15亿呀、啊，哦，那我相信公司应该不会拿出来还呐、啊，哦，那不用拿出来还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说你要股价在153.8块以上，这样子人家公司就不用还了嘛。好，我讲的东西就是很清楚，没有模棱两可、哦啊、我也跟你讲说最坏的打算，如果说真的没有到那边，那因为这档股票很久没有涨了、啊、突然给你涨一波，那公司也有赚嘛，股东也有赚，可能就皆大欢喜、哦、那你皆大欢喜之后，他可能再发一个 CB 嘛，对不对？再发一个 CB 嘛，因为股价上去以后，再发一个 CB， 三年之后可以还，然后呢，再募集个十几亿，那这募集的十几亿去还这一趟的 CB 嘛。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在讲那个资本市场的操作，可是有些人他是听不懂。
那有些人他是听得懂，可是呢，他就会说，嗯，我觉得阿贤这次会输。哎，每次很多人都赌我会输，你知道吗？你像上个礼拜我跟你讲那个优胜的事情，很多人都赌我会输。结果礼拜一开盘，砰姐三分钟涨停板，就一堆人在网络上面骂我。啊，你们这些人啊，你们这些投顾老师啊，哈，怎么样？生儿子没屁眼，怎么样？哎，不好意思哦，这辈子到现在快五十了，就生不出儿子，就讲那种什么屁话出来。你赚不到钱，干我什么事？我送给你了。对，人家有赚到钱的说啊，老师好棒，老师长命百岁。对不对？好棒棒，事事顺意，事事顺利，什么什么祝福都有。还没过年，这大家都开始在祝福我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啊，啊，一定会有人赚不到的嘛。那观众朋友，你是赚得到还是赚不到的？你是那一群赚得到还是赚不到的？12月9号，今天来95.8块了，来，来我打给你看。你看哦，你看这下面这一个是外资，哎，昨天开高走低呢，收长黑呢，哎，继续买，继续买哦，人家还是继续买啊，啊，今天来颈线了，为什么我说来颈线？就是来这个点嘛，就是来这边颈线了嘛，这样是将近一年的大底，已经完成了啊，明年只要过就过了。明天也要过就过了，过了就无法无天嘛，本来就是这样啊，所有人都会看技术分析啊，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个颈线就在95.8块，对，那83块、84块，你为什么不买？啊，不要了，那个我跟你讲，那个股票，那个郭董他们家的股票不会涨啊，我跟你讲，牛皮啊，牛皮的不得了，对吧？功夫歹就嫌鸡屎歹，功夫歹嫌鸡屎歹。观众朋友，你是那一种的吗？你是那一种酸民吗？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是很理智的，绝对不是酸民。大家都有念过书，绝对也不想当酸民。可是你有没有去想，有时候该积极的时候就要积极一点。好，我讲得很清楚，该积极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积极一点。不是等股票亮灯涨停板了买不到了才在问说，哎哎哎，那个帮我问一下老师哈，我跟你说了哈，我很挺你们呐哈，我最喜欢阿贤老师啊，讲了一大堆，讲了一大堆哈冠冕堂皇的屁话，结果他还是要问可不可以买，现在涨停板可不可以买？我觉得那就没什么意思了，我刚刚不现在意思，好，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是哪一种啊哈。千万不要是我讲的那一种，真的，你怎么夸我们家小编多漂亮，或是夸老师多帅也没有用，因为搞不好又涨停板又锁起来，又买不到，好不好？那时间关系，我们先进广告，有需要的把电话拨通。股市散户站起来，588团结专案，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，你不用单打独斗，大家团结用坚强，团结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。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
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。若未画设人行道，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。赶时间，没车撞啊！步近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，不得随意穿越道路。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，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、停止限制路缘范围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。遵守行人路权，路口大家安全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您再回到现场，投资的朋友。那昨天日本央行突然这样出手之后啊，其实很多那个懂外汇市场的人就知道说，哦，日币突然狂升了3%、哦、那其实你要去看那他们的日本债券市场、啊、因为他的所有的言论就是围绕着日本公债嘛、啊、因为现在日本公债发行了这么多，日本央行他去买了超过50%，也就是说这日本公债发行出来不是日本国民在买而已，好，或是国外的投资人在买，他大部分买的人是日本央行，好，那他这样一讲完之后，就日本的债券市场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直接崩盘，停盘交易。我看的没错的话，电脑没有坏掉的话，是叫做停盘交易。歪博啊，你知道不？你开出来可能跌停板，你知道不？停止交易。啊、日本的债券市场大不大？ 你要去问问看 哦。当然是没有美国债券的市场那么大，可是你要去看日本是不是发很多债。哎、啊，你了解意思哦？所以不是完全没有影响，一定有影响。不是说，当然它那个是短期的。我觉得日本央行撑不久了，过两天了就跟那个日本那个之前那个首相哦，那个特拉斯一样，自己嘴巴打两下，然后就下台了。因为你这样突然一搞，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倾家荡产，就是 几秒钟而已，就那个保证金全部被追缴到破产，因为直接暴跌到停止交易，你觉得呢？所以、哦、金融市场不是观众朋友你想的那么简单 啊。当然你说老师啊，你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政治解读什么的？我说啊、有什么好政治解读的？你看我们这个选举还是输到这么惨嘛，还不来检讨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要讲是谁嘛，输那么惨了还不检讨嘛？啊，不检讨就跟观众朋友一样，就是输很惨了嘛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找老师？还在那边犹豫啊？啊，我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啊？我要不要打？啊，就是自己觉得说啊，没关系啦哈，那股票哈，我放个20年、30年可能会不错。你有没有想太远了、啊？当然，面对问题有很多的处理方法，拖也是一种方法，对不对？自己去面对也是一种方法，自己处理也是一种方法，请别人帮你看一下处理也是一种方法嘛。本来就是啊，那我们还是要尊重你嘛，对不对？看事情也都是这样的。你像今天这个大盘，很多人在追股票，我说我们今天没买股票，重点是什么？昨天跌破半年线，今天有没有站回？没有，没有啊！你跟我讲说什么啊？老师，我跟你讲，运输类股大涨啊，这钢铁股啊，哦，7、8档股票涨停板啊！老师，我跟你讲，华新丽华哦大涨啦、啊、哦啊！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这个传产股都好厉害。投资朋友，你要先看一下局势是怎么样。这个局就是。昨天一根长黑下来，半年线跌破，白色这一条是半年线，半年线跌破了嘛？先看它3天有没有破低嘛？它有没有止稳3天？有没有止稳？没有止稳，更不用讲了。有止稳，再考虑再来找股票，都来得及嘛？神龙，我们礼拜一买的哈。昨天打下去我们就卖掉了，好，卖掉，今天有人再弹上来。优胜我们上个礼拜五买的啊，都讲这么清楚了，就是有右权要局啊，账上获利多少，他做什么什么的啊，讲了半天咯，22块
就很多人在笑我们了，说什么啊，你讲这么清楚，我干嘛打电话来要？啊，你讲那么清楚，那你看哦，你们盘中买的，你看收盘还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阿言老师哦，你是北七耶哈，白痴班的哈，三分钟就涨停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礼拜五骂我们是白痴啊，骂老师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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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闭嘴。为什么？因为礼拜一看到的是三分钟就涨停板。啊，对啊，你前一天22块不买，哎、欸，你到昨天还26块，哎，26.2块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这边要买、欸，哎，冲上去你才要钱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呢，昨天那个是日本央行突然出怪招打下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开盘8-9点就发要卖呢，你前一天涨停板了、啊。隔天早上我就卖，我可不可以先卖，直接获利下车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6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你后来大盘跌了260几点，根本不干我的事。我有卖股票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会买，我也会卖呢、欸。我不是说是整天那边推荐股票，然后说什么啊，你来拿怎么样怎么样，跟你讲一堆有的没有的，我先卖一趟嘛。那个量太大，不对了嘛！先卖一趟。我相信我的会员已经在电视机前面想说：“老师好棒！”就这样讲啊，老师好棒。本来就是啊。老师啊，航运股怎么看？哦，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吼特殊的消息啦。我跟你说啦，他哦。前三季对了，你这样算哦，143块啊！我跟你说哦，他哦啊，你好像认那个，我有认识什么什么谁啊？哈哦，他们说他们明年哦配息哦，可能要配今年赚的一半啊，配一半就是70几块嘛。假设他第四季不赚钱，我还设计他是零哦，配一半是70几块嘛，因为你前三季赚140几块啊。配一半要70几块啊，那现在160贵不贵嘛？好，如果他消息是真的，那你觉得这个价位贵不贵嘛？啊，就算这个消息不对啊，不要多，配一半是70块嘛，对不对？再一半好不好？给你35块好不好？哎，35块，如果说你。一张股票配35块，一张可以拿35000，对不对？那股价只有16万，你算一下殖利率多少？哎，好不？你再打对折，把市场的传言再打对折，就跟你讲不用卖嘛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老师，现在吼大家都说什么航运不好，景气不好，所以航运不好啊。我跟你说了吼，你去看。当你看到头版头条写这个时候，就股价最低点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不是跌到130几？什么时候卖？不用急嘛，你来找我嘛，你这急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急什么。有人说啊，老师，我这么久都等了，对你这么久都等了，你为什么不等那喷喷喷的时候再来买呢？再来卖呢？整天一直想要说啊，老师，我要不要做个短线价差啊？老师，我要不要做当冲？讲了1000次，讲了10000次，我就跟你讲，那个当冲那个制度设计出来就是要骗你们这些啊，那个脆假金呢？那个是在增加国库的收入，增加营业员的业绩。那个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好处，你交易越多次，那个成本就提高，那赚的全部都用东西啊！赌博你知道吗？被庄家东西啊！你听不？抽啥抽走啊？嘿，意思是同款的。哎，很多人听不懂啊！我跟你说啦，啊，哎，我跟你，你真的没有能力做股票，现在也有开放啊。你一次买不了一张嘛，你就买零股啊。对不对？小资族嘛，你就买零股，你不要扩大信用嘛。
对不对？你扩大信用之后闯祸了，谁负责？你自己要去扛，你的家人要去帮你扛，你的母亲你红色要给你扛。做股票不要太天真，好，我希望我的话你可以听得进去，真的 有些投资人真的是想钱想到发疯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可以暴力谈，你都不爱谈，虾饼的给你，你也不敢谈，那你还能做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也不是不识字啊，我就砍了买的，我砍了买的，拼看看呢，老师说这支可以，看好我们来放空，对啊，你输了怎么办？你输了要去赔的呢，被嘎了要赔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是说你可以跟营业员下了单之后输了不用认账？那你赶快把那个营业员介绍给我，我也喜欢这种的，哇哇，你还在提输边打边一种，你进来给他介绍，好，一定不是，好，一定不是这样，好不好？那祝你大赚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